熊孩子的手中拿着一个 TNT 炸弹，并且他呲牙咧嘴的笑着，他把炸弹挎在了自己的手中。很多小伙伴对我说，熊孩子只有一个 TNT 炸弹，错，其实他还有一把神器，你们知道吗？众所周知，熊孩子他撅着嘴。如果你喜欢熊孩子，请点一个赞。今天我和学姐发现，熊孩子的爸爸妈妈就是酋长夫人和酋长，并且在老版本中我们也发现有一个撅着嘴的熊孩子，而且他手中也挎着一个TNT 炸弹，你们看它像宝贝一样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在评论区中扣出8375，你将会知道为什么新老版本中熊孩子他都要拿着 TNT 炸弹。经过我和学姐长达3天3夜的研究，我们发现其实熊孩子的炸弹并不是他唯一的武器，他还有一把长剑，你们看，就是手中拿的这把长剑，这是熊孩子的神器。你们看他获得神器以后，他的神情非常的开心，都笑出了声。所以说在迷你世界中，熊孩子他的武器并不只有 TNT 炸弹，还有一把长剑，你们知道了吗？